话说天南地北，畅谈心中疑问，欢迎收听《北极星说故事》。Hello，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每个星期天的网友分享的鬼话系列。这个礼拜要分享的鬼话呢，是一位从台北特地赶到服务处来跟我分享。 的一个好朋友，哎，是口头分享哦，亲自口头分享，我把它记下来了。那么这位好朋友，我暂时保留他的姓名啊、呃，你知道我在说你啊。分享了很棒的一个故事，是他在大学时代亲身经历的故事。那么今天我就说给大家听。呃，这位朋友在大学时期念的是新竹，呃，一个私立的大学。 那么学校呢有提供宿舍，宿舍也不旧哦，也算是蛮新颖的宿舍。嗯，可是大家总觉得在宿舍里面有那么一点奇怪。什么叫奇怪？不是闹鬼，就是觉得晚上哈特别的安静。那么安静也不是坏事啊，因为在新竹的这个呃算是比较偏僻的地方，那么学校一定很安静。学校两条路，一条路是走啊、哦、公路进去，那可能要十分钟。 另外一条路是从海边的山后面绕进去啊，那只要五分钟就到了，非常快。绝大多数的朋的学生都是绕后面。那么这位朋友他也一样哈，放假回去嘛，好收假了要回去住校了，当然是走最近的路，从后面的海边抄到学校里面去，只要五分钟。进到宿舍里面啊，那原则上呃安静的很啊。那么半年住下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。 直到啊、哦，暑假过后啊、哦，暑假过后，大家升了二年级了，开始比较调皮一点，会到海边去玩呐、啊，会到附近去呃骑车兜风。那当然，大学生嘛就是要愉快。那么就他同寝室的室友就有这么一位，喜欢到海边去看海啊、哦，然后边看着海边抽着香烟，因为教官不会来这里抓，抽着香烟看看海，很舒服。 久而久之，这变成他呃疏压的一种好方法。就有这么一天啊、哦，呃，他的同学发现，哎，我们的寝室地面上怎么有一滩水？是不是漏水？啊、哦，那、呃、夏天也不可能有什么潮湿啊，也也,也应该是漏水。可是呢，也没有下雨。那这滩水呢？呃，他把它擦，用拖把把它拖干，想说是不是哪个同学不小心拿脸盆水洒掉？ 或者是洗完衣服没有拧干，拧在这边。哎呀，谁这么缺德？没有在意，用拖把把它拖干净。然后当天晚上呢，大家在这个寝室里面就觉得夏天应该是很热，可是觉得夏天呢、啊，整个寝室里面跟开冷气一样的，一样的冷。啊、哦，他说：“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冷？”那么也没关系啊，夏天两点不是很舒服吗？也没有人在意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发现那个地方。 又一滩水，又一滩水。这时候就破口大骂：“谁这么缺德啊？一定要在门口这边搞一滩水吗？”啊、哦，然后就跟这个社监报备说：“我们的房子漏水。”那么社监、哎、呀，漏水不得了、啊！学校的这个宿舍是新的，突然间漏水，那那这个太太不可原谅了，就报请啊！这个维修的一些工人来修，工人全部检查完一遍，发现。 那个地方根本没有水管，所以不可能漏水啊，也没有排水管哦，没有漏水，他就把它擦干，就说：“呃，学生不要恶作剧。”那这时候学生心想：“我们都缴了宿舍费了，你怎么租一个漏水的地方给我们？”可是呢，人家又检查不出漏水，那么就不管他了。那不管他，可是事情并没有因此而慢慢的淡化，那滩水。 你不去管它，它就越来越大滩，就好像那个地方跟跟这个喷泉一样，会涌出水来那种感觉。今天不管，大概三十公分；明天不管，积水变六十公分，就越来越宽，越来越宽。然而然而，这位常常去海边抽烟的同学，也因为这滩水越来越宽，导致了这个同学哈、哦，在出门的时候被这滩水滑了一跤，哇，不得了，右手骨折了、哦、啊！那不能抽烟了，因为他用右手拿烟。 啊，右手打石膏，他左手拿烟就怪怪，他他就暂时不抽烟。可是呢，这个积水还是越来越严重。然后这位同学因为手摔断了嘛，要在寝室里面休息。到了白天，大家出去上课，他一个人在里面休息，他就觉得十分的阴森可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房间里面就听到门外啊有滴水的声音，滴滴。 好像就是从空中滴水下来，他赶快把门推开看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地上的积水啊，平静的如一面镜子一样，没有人滴水。可是这滩积水又变大了，又变大了。那么这位同学心中已经开始觉得这是不是一些超灵异的现象？于是他在休假的时候就到了家里面的公庙啊，来求签平安。 他才刚刚到公庙的门口，这个公庙的这个庙公就说：“你不要进来，这个事情我解决不了，你要到海边的庙去拜，我这边解决不了你的事情。”这时候同学非常紧张，他说：“我到底什么事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告诉我哪一家、哪一个庙比较有效？真的我很困扰。”这个庙公就说：“你到新竹海边某一个啊万应公庙，他可以帮你。” 哇，他头也不回的哈，就叫了计程车，直接到新竹学校附近一间万应公庙，还真的有，里面一个庙公，好在那边打瞌睡，他走进去，在庙公看看他，就说哈哈，你终于来了。同学吓一跳，怎么回事？他说你进来，你再不来啊，你会受更重的伤。你的手是滑倒摔伤的吧？他说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说因为啊。 你后面跟了一个全身湿淋淋啊、哦，还在滴水的女生。这个女生，哎，你不要担心，她不是人，她也没有要害你，她要跟你要个公道。她说我哪里惹到她了？她说某次你在海边抽烟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弹了一个烟蒂到海里面去，去打那个浪花？她想一想，我每次抽完烟都弹进去。她说对，这个女生是在那边淹死的。 他刚好顺着浪花要上来的时候，就被你的烟蒂打到，他怀恨在心，你也不跟他说道歉，他就每天盯着你，站在你宿舍门口，而地上的水就是这个女生身上一滴一滴滴下来的，所以他站得越久，水就滴得越多。你被水滑倒摔断了手，你还是没有跟他道歉，所以他还是不走。你要摆脱这个事情很简单啊，你买一束清香。 一束鲜花，到海边里弹烟蒂的地方，把鲜花摆好，把香插在海边，诚心诚意的跟他道歉，也许这个事情就解决了。因为我看这个女鬼并不是恶灵，他只是觉得你缺，欠她一个道歉。那么我们同学就照办了，到了海边，把鲜花放的，香插在海边，诚心诚意的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弹到了你，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。” 希望你能原谅我。从此以后，宿舍前面的积水不见了。我们这位同学也戒烟了啊、哦。那这个事情是我亲身经历，因为那滩水我亲眼看到它会变大。那么他去海边做了道歉的事情之后，这滩水再也没有出现过了。所以有的时候不小心呃打扰到了人家啊、哦，还是诚心诚意的道歉。 两界之间和平相处，不要互相打扰，才是真正的呃相处之道。今天的故事好听吗？好听，别忘了帮忙按赞分享哦！感谢台北特地到我的服务处来分享这则故事的好朋友，谢谢您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